天去了一趟魁北克城啊，感觉魁北克城确实比蒙特利尔要漂亮，但是这个城市啊，规模比蒙特利尔要小多了。看，蒙特利尔差不多有四百多万人吧，这个城市好像才不到80万人。另外，面积也比蒙特利尔小太多了，但这个城市非常精致，景色很美。蒙特利尔的路比魁北克城要差太多了，啊，那魁北克城的路修得非常好，基本上那个大马路上没有什么坑坑洼洼的地方，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意外的，啊，魁北克城那个路不但比蒙特利尔比那个渥太华的路都要好多了。你要说气候问题吧，路不好，那魁北克城的气候跟蒙特利尔基本上没有太大区别啊。蒙特利尔要撒溶雪剂的话，我觉得魁北克城应该也撒溶雪剂啊，但是人家的路确实比蒙特利尔好太多了，景色确实不错啊，有很多非常漂亮的这个建筑。虽然那个蒙特利尔也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建筑，但是呢，它远不像魁北克城那么集中啊，它就全部漂亮的这个建筑全部都集中在魁北克的这个老城区。能感觉到它的旅游业很发达啊，各个景区啊都建得非常漂亮，比较完善，确实游客非常多啊，感觉游客比蒙特利尔游客要多。魁北克城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刚进城看到的那个魁北克大桥啊，那个大桥我在前面的视频里也发了啊，那个大桥呢1903年开始建的时候塌过两次，还没建好就塌了两次。民间传说是因为建这个桥的时候，桥的两岸总共迁走了86座印第安人的坟墓，啊，说是印第安人诅咒这个桥至少会塌三次，在建的时候就塌了两次，会不会塌第三次这还是个谜哈，不过我觉得很有可能还会塌呀，因为感觉它现在基本上也不维护了，那个桥上锈迹斑斑啊，据说已经锈蚀了超过60%的面积了，啊，感觉在维护上基本上也就没花什么钱。我觉得魁北克城值得看的也就是老城吧，另外那个瀑布值得去看一看，瀑布呢据说是北美洲的三大瀑布之一啊，那个瀑布
感觉还是挺壮观的，没有尼亚加拉瀑布大，但是确实看着还是挺壮观的。据说是80多米高，水流很急。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要去看的话，差不多留个把小时就差不多，时间就够用了。它旁边有一个山，山上修了一个那个梯子，修了那个台阶，然后呢，可以从那个台阶上往上爬，从上边往下爬吧，然后下到瀑布的那个下边。但是我的建议呢，就是如果你想离瀑布近一点的话，那你就从山的那一侧进入到瀑布的那个区域，也就是从山上往下，顺着台阶往下走，一直走到那个瀑布的底部。但是我的建议还是从高速公路这一侧过去。高速公路的话，那旁边有一个停车场，可以把车停下来，从这个停车场步行过去的话，也就是5分钟吧，就到了瀑布的那个水边了。但据说去这个魁北克城最好的时间呢是8月初啊，说8月初呢，它可能有一些这个真人表演之类的，就是大家都穿着17世纪的服饰在街头，然后呢营造出当年法国殖民地的那种气氛。这个呢，我觉得具体还是建议到那个魁北克城旅游局的那个官网查一下它的具体时间。我去那个魁北克城呢，这次就是当天往返，从蒙特利尔去呢，当天往返时间是够的，但是呢，你最好还是早点出发，像我出发呢，大概是几点？我大概是8、9点的时候出发的，稍微有点晚。到了那个魁北克城就中午了，还好就是夏天呢，它天黑比较晚，看完后面的这个。最后一项看完瀑布的话，就到了晚上8点钟左右了。开回蒙特利尔又用了差不多3个小时，中间还有一段修路，所以说差不多跑了3个多小时，有一段跑不了高速。到家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11点半了。如果要早上早点出发的话，那就到了这个下午的话，可能就可以早点回去了，早点结束回去了。去完魁北克城的话，我下一个计划就是准备开车跑一趟纽约。上次去纽约的时候啊，还没怎么拍视频。这次去纽约，准备多拍点视频，拍一拍这个纽约市的这个行车记录什么的。
对了，在那个魁北克城啊，去了很多人都，我看很多人的游记都推荐的一个店，就是一家兔肉店吧。但去体验了一把，感觉啊，他们家除了兔肉做的不怎么好吃，其他菜倒都还行。